以前玩手游都是这个角色是我婆，先宣示主权。现在玩手游是这个角色说我是他的王子，他宣示我他的主权。抱歉，我。王子ハントなら。我要当你的王子。どこにいてもおとぎ話の世界になるわ。子供が一人で出てはダメ。这时候就要说，真的吗？那你应该知道大人会做些什么事情吧？欸，我想了一想，我去微波个吃的，我想要拿它配饭吃，这么可爱，让它跟着我的饭一起吃下去。不是我的意思是，那看着它的故事，我吃饭。私に致命的な弱点があるだと。それは本当か。打斗。やめろ。枝で押す。好可爱哦。剣が届かない。剣が届かない。おいか。やめろ。隐藏于洞穴中的真实。我不得不说。我觉得一定是网络带坏了我，我居然连看《隐藏于洞穴的真实》这段话都会想歪。私は立派な大人だ。この男とだって、恋人同士だからな。じゃあ、キスしてみな。漂亮。なぜ乗り気になっている？そんなことできるわけが。为什么兴致勃勃？ここで引くわけには。我不止兴致勃勃，我还有。没事。Kiss！ 我！感謝の気持ちとしてプレゼントを贈る。白痴，少女前线看多了。蛋糕、棒棒糖，一直塞。当然是蛋糕啊！蛋糕、棒棒糖，一直塞，好感度直接 up up。哇，送他蛋糕增加150血量，看来是变胖了呢。ありがとう。やっぱり君は優しい。为什么会有这种？奇妙的氛围啊，我根本看不到你脸上的表情，我怎么分辨的？我是那个会师，我一定觉得超爽。干，请帮我提交八个纯的表情哦。好啊 ，Ctrl C B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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好了。哇，脱了！あまり見ないでほしい、少年。ちょっと深呼吸させてほしい。干，耳机党福利。いける。なんだこれは。何が起きている？他到底有没有穿上可爱的衣服啊？我要穿可爱的衣服啊！干，你一点都不可爱呀、啊！你他妈的这到底是啥小啦？哎，做啥？どこだ？私は白金純、25歳。私だ。25歳是巧合吗？我不认为。なんだろう、この違和感は。